个妈呀，玩太大了呀！我怎么感觉还是腾哥呢？小心砸晕啊，水量太大了。开始。关系最复杂的就是被淋的那三个人。哇，小瘦，我投你就对了。小童，我已经他已经伤不到我的心了。糖糖，没想到啊。系统后台判定，最后一轮淋水惩罚环节当中，小宋几乎没有被淋到，所以系统判定再淋他一遍。好痛好痛啊！站住！我把着点，咱俩把着来吧，往后。好，准备，开始。我身上比他身上多，太坏了，好像少了点什么吧？让吴桐来试试设备，给我们自己试着呀。对呀，来呀，快活呀！导演组啊，吴桐啊，给我的这个话术是这样的：哎呀，我们这盘已经非常满了，已经足够剪了。以前满从来没够过，都得溢出来了。不够，不够，不够！来，来点华彩，来点华彩！吴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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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桐不来，我们不走。我跟你说，这趴就算不剪到节目里，也要吴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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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范家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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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还有追光啊！假装打，假装打。这样啊，腾哥作为这个代表来出个题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自己想四个选项。好，然后你自己写出内心的答案。好，哎，特别有快感，在这个位置上。我操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吴桐从后，他从前面爬，他不从后面走，他从前面爬，让人家做节目这么成功，所有的综艺所有的包袱全在这儿了，我自愧不如，我也是，这特别自责，真的，你好像我想抽，互抽，不抽，互抽，互抽，互抽，那怎么就抽不过人家的包袱？抽不过，真抽不过，吴桐包袱太硬了，你的包袱太硬了，惭愧啊，惭愧，你从前面掉下去。我们花这么多钱整这装置干啥呢？这样啊，这道题腾哥自出自答，你们俩听他的题目行不行？这道题就出给他们俩了啊，请听题。你觉得青春怀游记跟王牌对王牌是不是特别像？答案 A 是， B 不是， C 五成像，D 八成像。哎，我在里边也占一成吧。请选择。吴桐觉得是五成像啊。哎呦，反了反了，举反了。
3秒钟啊，来做好准备啊！你们都选了 C， 是不是正确答案呢？三，三，三。哥给出的答案是不像。等一下，看骨头。OK 了哈，这样我带节目组做个主。怎么煮？给大家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加夜宵。好，户外走起。这个考验的名称是默契大考验，规则如下：每轮一个人上来抽球，每次根据球上的数字进行提问，符合问题的人起立，如果起立的人数和数字相符就算成功。游戏结束之后，成功次数如果没有过半，那么要一起完成一个挑战。主持人交给我吧，我看也行，你去吧。主持人得拿 vivo。没事儿，来我来。哎呦，这个好。啊，有。觉得自己嘴溜，尤其是碎的，站起来。尤其是碎的，啊！你主持人你不在，主持人嘴碎啊？不碎吗？你不碎，你起码六啊！是啊，是吗？而且你也碎，你就是标准的六碎。回头看看我们对吗？四。小宋，其实你挺碎的啊。Why？ 哥，你心里面就是花花，不是那个碎嘴子。对，我心里就花花，不是小宋。他挺碎的。其实你生活中算是碎嘴子吗？生活中跟好朋友啥的呀？那算。你看哎，不好形容，不好形容啊。看看特点。哥那么多年了还不知道我们长啥样，还不知道我们特点。哎呀，这个那个行，这个行。觉得梧桐特别招人烦。请站起来。哎呀，回头了啊，回头啊。哎呀，这肯定是吴桐，这肯定是吴桐干的。吴桐肯定在后边喷他们，喷他们。不，把俺的发型都弄乱了。完蛋了，驴唇不对马嘴。从贾玲开始问吧，女士优先。我这是个男的女的？女性。女性。嗯，可以说是女性。太坏了。那我这个是人是物啊？这个可难住我俩了啊。这个我只能说不是个东西。似人非人吧，反正确实不是个东西。梧桐吗？你怎么那么厉害啊？梧
虫怎么惹他们了？咱俩描述的太精准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俩一下把中心思想都给你提炼完了。不是，我在想，吴东，在杨迪心目当中啊，你也知道了哈。我在想，上面要么是我的名儿，要么是吴彤的名儿，才会引得两位如此的谩骂之声。给你换一个，你这猜太快了，给杨迪换一个。给的那个提示太明显了，能形容。